平等在路旁正等待旅客上车，接着一辆连结车经过，骑乘机车跟在后方的妇人下一秒却摔车，整台机车卡在客运下。上乘客，然后上完关门了。还没中就听到响啊！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在彰化花坛乡中山路一段，23号的上午9点左右，当时客运驾驶正关起门，车子还没发动，就听到一声巨响，发现妇人已经卡在车底。要闪一台啊！我的要闪一台，啊去。开的力啊，谁啊？我不知道。当时连接车驾驶听到后方声响，也立刻把车停下，下车观察妇人伤势。中山路福安宫前路口发生车祸，为谢姓驾驶连接车与陈姓驾驶公车及黄姓重机车，其中黄姓女性骑士68岁，现送医治疗，双脚擦伤，无生命危险。这名妇人疑似因为要闪避停在一旁的客运，才撞上倒地。所幸这名妇人只有双脚擦伤，送医治疗后没有大碍。三立新闻许淑伟、沈明志、黄丽亚、彰化采访报道。